都记下了啊！最后给大家出个解闷题，这不脑筋急转弯吗？好玩不？这谁的话？上课之前我要宣布一件事，即刻开除林朝夕。现在这场我想，我爸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呢，我必须得回去。林朝夕，咱俩去做亲子鉴定吧。虽然你没我聪明，但倒霉这事儿还挺像我，说不定真是我闺女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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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那你知道你妈妈是谁吗？我只知道她叫秋月。中天娱乐台《天才基本法》。